倾尽全力了。下半场那个何洛洛也好猛。何洛洛关键的布防。其实不想让大家觉得他丢球了，想还是想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试试，因为我觉得其他哎，洛洛这场前锋跑到后卫，你告诉我胃疼跑前面去了。洛洛把这球接出，打了。哦，洛洛抓住机会。就尤其是洛洛，觉得每一次扑球的时候。本来没劲儿了，你扑中一个球，劲儿又来了，是吗？是吧？哦，你每扑一个太提示性，每扑一个就是提示性，特别好。我一个来回之后，那个气儿已经到底了，你扑中了，哇，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让他踢回来，又扑中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最佳球员奖不仅仅坚持到最后，拼到最后，而且在每一个关键点，他都书写了比赛的转折，成功呈现了12次的完美扑救。2号球员何洛洛，何洛洛。哎呀！